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19年7月10日，星期三，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参与公众号互动话题讨论，您将有机会获得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的录制门票的奖品，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四平、辽源、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全省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22度到31度之间，长春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高温持续，提醒您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好，了解文天气，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对如何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原深圳体育馆待拆除项目在拆除过程当中发生坍塌，造成3人遇难、5人受伤。张莹莹遭绑架谋杀案件进入量刑审判阶段，检方要求判处嫌疑人死刑。一小伙酒驾被查，对交警求情说：“原谅我这一回，我91年的还是个孩子。”交警回应：“我是93年的，那我算什么呢？”黑龙江一网络主播在直播的过程中辱骂恐吓网友，引发网民恐慌，被依法拘留。7月1日起，长春全市范围内推广日间手术模式，7个病种、12种术式将纳入日间手术病种范围。国际方面，美国加州南部7.1级地震后，记者前往受灾区域了解当地受灾情况。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对如何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意见指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深化改革，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着力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坚持德育为先，教育引导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坚持全面发展，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坚持面向全体办好每所学校，教好每名学生，坚持知行合一，让学生成为生活和学习的主人。课堂依然是教育改革的主阵地。意见指出，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融合运用传统与现代技术手段，重视情境教学，探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合化教学，开展研究型、项目化、合作式学习，推进教育加互联网发展，加快数字校园建设，免费为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学校提供优质学习资源，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意见指出，要深化关键领域改革，为提高教育质量创造条件，严禁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取代国家课程，严禁使用未经审定的教材，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引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高中阶段学校实行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初中政策。8号中午，原深圳体育馆待拆除项目在拆除过程当中发生坍塌，4名施工人员被困，4名人员均被救出，但其中3人因为伤势过重死亡。此外，另有2名外围的施工人员因为骨折在医院接受治疗，还有2人因为软组织挫伤留院观察。咚的一声嘛，就是好像什么垮塌了一样。现在是它4根柱子嘛，然后有2根塌掉了嘛，塌掉了就是成的斜角塌下去了嘛。下午1点左右，体育馆的顶部已经倾斜，向西边一侧坍塌，底部能看到不少钢筋和混凝土块。
事故发生后，消防部门派出了8辆消防车，有45名消防指战员参与到救援当中。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不断有公安部门、应急消防部门和深圳市公益救援队的救援力量进入事故现场。下午4:50左右，最后2名施工人员被救出，这也宣告着所有被困人员均被救出。据了解，伤者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根据一位伤者家属反映，同住在一个病房的还有2位外围施工人员，目前情况较为稳定。这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吧？不是很大的问题啊，比较情况比较稳定。他们两位现在都目前没什么事，就是手脚断了。对，手和脚有问题。继续来关注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遇害案。当地时间8号，美国伊利诺伊州中区联邦法院进入该案量刑审判阶段。此前曾被指控绑架及谋杀张莹莹罪名成立的嫌疑人布伦特·克里斯滕森能否被判死刑，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首日的量刑审判在位于皮奥里亚的伊利诺伊州中区联邦法院举行，嫌疑人克里斯滕森出庭，张莹莹的家人和律师也来到现场。法庭上，检方指出克里斯滕森绑架、虐待、杀害张莹莹，手段残忍，而且蓄谋已久。此外，克里斯滕森至今仍然拒不交代张莹莹遗体藏匿的地点。基于这些理由，检方要求判处嫌疑人克里斯滕森死刑。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此案所涉及的绑架并谋杀的罪行只有死刑或终身监禁2种量刑可能。由12人组成的大陪审团最终将决定嫌犯的量刑，只有当12人全部赞成死刑的时候，嫌犯克里斯滕森才会被判处死刑。如果有1人反对，那么嫌犯最终将会被判处终身监禁。据记者在庭审现场的近距离观察，12名陪审团由7名男性和5名女性组成，年龄大都在35到50岁之间。据了解，陪审团是通过随机加面试的方式选取，来自各行各业。张莹莹生前所在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副校长表示，期待法庭做出公正的裁决。And we hope justice will be brought to the suspect. And if so, what would it be? I'm going to leave that up for the court to decide. But I sure hope that.Feels by the time they go home that they have some sort of closure to this horrible, horrible thing. 2017年6月9号，张莹莹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学期间失踪。美国联邦调查局3周后逮捕了嫌疑人克里斯滕森，指控他涉嫌绑架和杀害张莹莹，但克里斯滕森此前一直拒绝认罪。今年6月12号，案件开庭。辩方律师在进行开庭陈述时说，克里斯滕森承认是他造成了张莹莹死亡。6月24号，陪审团裁定克里斯滕森绑架和谋杀张莹莹的罪名成立。本案的最终量刑结果预计将在2周后宣布。新闻导报，新闻全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新城控股事件。7月3号，新城控股前董事长王振华因涉嫌猥亵儿童罪被上海普陀警方刑事拘留。受此影响，新城控股的公司股价大跳水。7号，2名律师向中国证监会实名举报，直指新城控股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证券违规。实名举报信中，上海严一鸣律师事务所严一鸣律师、江苏法州律师事务所范凯州律师称，新城控股涉嫌重大隐瞒和内幕交易2项证券违规。重大隐瞒呢，主要是他隐瞒了6月29号发生的猥亵幼女的事情。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在对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后，2个工作日内必须对这个事件进行披露。也就是说，6月29号发生之后的2个工作日，7月2号的晚上12点之前，他应该披露，而没有披露，属于重大隐瞒。在举报人看来，6月29号犯罪行为、30号的举报行为，再到7月1号王振华去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以及7月3号公安机关决定拘留，这4件事都是需要单独披露的法律事件。同时，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30条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
在7月1号，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振华前往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前，新城控股也应该立即通知新城控股有关人员及部门依法处理。而新城控股在2019年7月4号才向公众披露造成股价异常波动，给投资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应对受损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在给中国证监会的举报信中，举报人认为新城控股还涉嫌内幕交易。从7月1号到7月5号之间，实际上在某证券营业部啊，发生了大量的股票的抛出的情况，有这么多人先于证券市场的一般投资人，特别是中小股东，掌握了王振华出事的信息。从结果来看，毫无疑问有内幕交易的情况存在，但至于是哪一些人需要中国证监会从中进行调查。严一鸣律师表示，已有不少投资者洽谈委托向新城控股维权的相关事宜。前几天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让人看了是非常的惊讶和愤怒。事情发生在安徽宿州泗县的一家宾馆，一名13岁的女孩遭到殴打，甚至还被按在马桶里。最近泗县警方针对这一事件发布了最新的通报。视频显示，事发在一家宾馆的房间内，几名女子对受害人小雪殴打，甚至一度把小雪的头摁在马桶里。那么这几名女子为何对一个13岁的小女孩如此残暴呢？到泗县这边报警大概有3年了，我报了警，警官娘说你把这个视频找过用过，说你想办法。我想点了，我花钱买到这个视频，花了2000多块钱。7月2日，泗县警方发布通报称已成立调查组调查，并且在前期调查基础上依法从严从快予以处理。那么对小雪进行殴打侮辱的究竟是何人？7月2号晚上9点多钟，泗县警方再次发布通报称，6月19号14时，陆某某到泗县公安泗城派出所报警，称其被人殴打。经查实，6月17号凌晨，嫌疑人周某某、李某某、陈某某因个人间的矛盾纠纷而对陆某某进行殴打侮辱。经法医鉴定，陆某某伤情为轻微伤，对于网传陆某某被强迫卖淫一事，经查证无此事实。目前周某某、李某某已经到案，并且分别被依法刑事拘留和行政拘留，公安机关已经对陈某某依法传唤，该案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继续来关注最近发生在河南永城的玛莎拉蒂追尾宝马车事故。因为肇事司机醉驾，该事故引起了广泛关注。事故最终导致2人死亡，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4人重伤。据警方调查，事发当晚7点左右，犯罪嫌疑人谭某某驾驶一辆玛莎拉蒂轿车，和朋友张某某、刘某某相约在永城市区一家烧烤店用餐。晚上10点20分，3人饮酒后回到谭某某的车上。我坐在这儿，不是在这家停着没来，然后就是坐车等。嗯，喝的啥酒？喝的红酒。红酒，就是。你平常就喝的那个日式的清酒。啊，这个喝了一瓶红酒，然后喝的清酒是吧？啊，清酒喝几瓶？清酒喝两。啤酒呢？啤酒是应该搁店里边买的，啤酒搁店里边买的，是吧？嗯，从店里边要多少瓶啤酒？不知道。晚上10点23分，犯罪嫌疑人谭某某驾驶玛莎拉蒂轿车，载着刘某某和张某某从停车点离开。当晚10点36分左右，谭某某驾驶的车辆与停在路边的多台车辆发生剐蹭，被周围群众拦停。拦停以后，谭某某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发生车辆。就是给其他车辆又刮蹭以后，然后逃逸。22点42分，谭某某驾车行驶到东环路与永兴路交叉口时，与一辆等信号灯的宝马轿车追尾，宝马车被撞出数十米后，瞬间起火燃烧。经检验鉴定，谭某某驾驶这辆肇事车，事故发生的瞬间，车速是120到135之间。经检测，谭某某。抽血化验，酒精含量是167.66，属于醉酒。经检测，谭某某不涉毒，排除毒驾。宝马车上的3个人啊，经检测没有喝酒，
事发时，被追尾的宝马车上有三个人，后排座上的两名男子当场死亡，驾驶员全身大面积烧伤，玛莎拉蒂车上的三人全部受重伤，目前受伤人员正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七月四号，永城市公安机关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对犯罪嫌疑人谭某某、张某某、刘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监护治疗，案件正在办理中。酒驾害人害己，下面要说的是另一位酒驾的司机，他虽然没有造成事故，但是他说的话却让人哭笑不得。前不久，一辆黑色的轿车呢停在了高速公路的导流带上，司机啊在车上是呼呼大睡，交警呢发现这名司机是酒后驾驶，司机醒来之后啊对交警说，原谅我这一回吧，我91年的还是个孩子呢。民警表示很纳闷了，我是93年的，难道我是宝宝吗？6月25号，在京台高速万庄服务区入口处，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禁停的导流带上。起初，交警以为是司机违停，便上前查看。我们在巡逻的过程中，当中到服务区口那儿，禁停的那个三角带那儿，当时以为是那个一个违停的呢，然后我们就下车了。当时那个司机趴在方向盘睡觉，而且那个喇叭一直响着，都没响。交警数次拍打车玻璃，而司机依然无动于衷。无奈之下，交警只好和同事一起晃车。然后我跟那个同事晃车之后给他晃醒的，然后他一下车，我们闻着他身上有一股酒味儿。没事，大爷，喝酒了？师傅，您那个原谅我一次行吗？真的，你看我是一孩子，求求你们了。我是一孩子，孩子。眼看被抓，司机上演了求饶戏码，而理由竟是我是一个孩子，这让现场的交警哭笑不得。然后他一直在说他这个还是个孩子，然后他说我错了，这什么的之类的。他当时说的是他是91年的，我说当时想的是他要是91年的，我是93年的。这咋还小呢？那我是个什么呀？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酒精测试，检测数值为每100毫升32.3毫克，属于酒后驾驶。最后，民警对其依法处以罚款1000元，记12分的处罚。真是难为大家了哈！跟着一起算了一把算术题，91年的20几岁，大概已经快奔三了吧？哈，这还是孩子吗？是不是谁算错了呀？好。就算是还是孩子，那孩子也不让开车呀。跟这位小伙子一样，那很多酒驾的司机呢，首先想的就是逃避处罚，可是在法律面前耍什么样的小伎俩呢，都是徒劳。最近在重庆市武隆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交警在事故现场发现，驾驶人对于事故的过程啊说的是含糊不清，而副驾驶上却坐着一个浑身酒气的人。后经调取监控发现，原来这名驾驶员是来顶包的。在现场，交警发现一辆白色 SUV 与停在路边的两辆车发生擦挂后侧翻在地，车上两名人员，其中张某自称是驾驶者，另一人孙某则浑身酒气，自称坐在副驾驶。但就是这名自称坐在副驾驶的孙某引起了交巡警的注意，发现坐副驾驶的这名人员酒精含量达到137毫克每100毫升。我在我那边哈，你确定是开的？确定了。带着对案件的疑问，交警调取了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真相浮出水面。随后，我们对事发地周边的监控进行了调取，发现车上只有一人，而另一人是事发后才到达现场的。就在交巡警准备通知两人前来接受进一步处理的时候，自称驾驶员的张某主动给交巡警打来了电话，承认了自己并非真正的驾驶员，只是过来顶包的。我接到这名自称驾驶员的打来的电话，他给我说他回去以后睡不着觉，起来翻了会儿法律法规，觉得那个事情后果非常严重，越想越害怕，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他向我承认了是他是被喊来顶包的。在大量证据面前，孙某只得承认了自己醉酒驾驶与找人顶包的事实。他除了需要承担车辆赔偿费用外，驾驶证也将被吊销，同时还将因危险驾驶罪面临相关法律的制裁。
而张某因做假口供，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并有积极配合调查的表现，被公安机关予以口头警告。要说这喝醉酒的人呢，有的时候真的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最近广东佛山110就接到了报案，说在某小区内有人打砸电梯。监控里一名打赤膊的男子进了电梯之后，开始疯狂徒手捶打电梯的轿厢，期间电梯门打开过一次，他摇摇晃晃走到门边又折返回来，继续大肆破坏电梯轿厢，搞得轿厢一边被踢烂，一边已经凹陷，初步估计损失超过3000元。物管报警之后问这位兄弟到底想干什么，他居然就拉着物管和警察进了他家的厕所。家里已经，我住在这里已经一年半，哪里我的家里已经搞得那么乱七八糟的，你录一下像吗？漏水吗？是楼上漏水啊？哪里的？原来这位男子家里的厕所因为装修不过关，经常漏水。他头天晚上跟朋友喝了一夜的酒，回到家想上个厕所，看见厕所搞成这样，酒气没散，加上一时气愤，居然找电梯来发泄。现在厕所漏水没解决，他反而因为故意损害公司财物，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5天。我们再来看救援现场。8号早上，广西桂林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有一名60多岁的老人被困在河中，当地消防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救援。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老人被困在河中央的一块大石头上。据附近村民介绍，老人掉入河里后被冲到了石头上，救援人员到达时，他已经被困了1个多小时。由于水中气温较低，老人体力不支，救援人员赶紧用绳索展开救援，但由于河水过于湍急，无法从正面营救，救援人员只能从河上游摸索到老人身边，再利用救生设备及保护绳索将他转移到安全地带。目前老人身体已无大碍。最近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一家酒店门前，一对男女突然发生了肢体冲突，女子浑身是血，路过附近的数学老师杨宝成看到以后立刻挺身而出夺刀救人。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显示，7月2号晚上，在哈尔滨市呼兰区一家酒店门前，一名女子浑身是血躺在地上，一名中年男子在为受伤女子及时包扎止血。救人的这名男子是当地呼兰七中的数学老师杨宝成。杨宝成说，事发当时他空手夺刀制服了那名持刀男子。当时我快到跟前的时候，跟前的那个围观的人就全突然都散开，散开了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男的拿着凶器向这个女方身上捅。杨宝成说，当时他正好走到事发地附近，发现一男一女在街边起了冲突，随后这名男子向女子动起了刀，女子不停地在呼喊救命，杨宝成快速跑到女子身前，用双手抓住正刺向女子的凶器。当时我就想，如果我早出手一秒，这个女孩生存机会就更大一分，哎，所以我就毫不犹豫上去把这个刀给她夺下来。当时杨宝成是迎着刀抓过去的，他的手被刀刺破，但杨宝成并没有因疼痛而松手，而是死死抓住那把刀，并最终把刀夺下，随后又顺势将持刀男子控制。对，我没考虑那些，我就感觉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制止他，无论他拿不拿凶器，对不对？无论他有什么，我都应该保护这个女孩，别让她再继续受到伤害。很快民警赶到了现场，将持刀男子控制，受伤女子也被送往了医院救治。第二天，杨宝成带伤回到了学校上课，他没有和同事学生们提起此事，直到朋友圈里有人发了他救人的视频，杨宝成夺刀救人的事迹才渐渐在学校里传开，学校师生纷纷为杨老师的行为点赞。7月5号，当地教育局奖励了杨宝成5000元，表彰他见义勇为的行为。据了解，目前受伤女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学生们也一定会因为拥有这样一位勇敢的老师而感到骄傲的。
前不久在黑龙江呢，有一名网络主播在直播的过程中辱骂恐吓网友，并且呢还发布了大量威胁性的言论，引发了网民的恐慌。接到报警之后，大庆警方迅速出动，将这名主播王某波和其前夫刘某抓获。你敢不敢打他？敢不敢杀他？来杀谁呀？杀乔小伟。不见血不行，我现在血帮他的，你不爱说给你咔嚓就咔嚓了。视频直播中，这位网络主播王某波多次向巴彦县一名网友发布辱骂恐吓等内容，而且还在直播中拿出菜刀发表恐吓言论威胁网友。接到网民举报后，大庆警方在赵州县赵州镇将涉事主播王某波和其前夫刘某依法控制。就据这个王某波他自己交代，在2019年3-4月份的时候，他因为在直播当中就跟一个黑龙江巴彦的一个网民，两个人发生了这个语言的争执，两个人数次在直播过程中就互相辱骂，然后对骂，然后并且这个王某波还用一些恐吓的语言说，有刀有枪，然后要去杀人，我要杀你，就这类语言在网上传播之后，这个网民看到是感觉比较恐慌，也感觉到非常气愤。由于涉嫌寻衅滋事，目前王某波、刘某已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和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我们可以看到啊，无论是画面还是用词，都让我们有一些无法接受。如果任由这些人在网络上恐吓他人，制造网络暴力，那将会扰乱正常的网络秩序，破坏网络文明。由于网络中的身份呢，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啊、隐蔽性，而且呢，也会有随时变化的可能。于是呢，就有些人会认为，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种种身份的标志，在网络上可以任意的抹去，于是就可以无负担、无责任的随意言论、肆意妄为，认为网络空间是法外之地。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的。无规矩不成方圆，不受约束的网络行为对于现实社会将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建设一个健康、有序、和谐的网络空间，需要互联网的管理者、网站主办者以及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建设和努力。继续来看新闻现场，现在呢正值盛夏，不少人喜欢到海边或者是江边来嬉戏，不过呢您一定要注意安全。8号，在浙江杭州钱塘江，三名男子呢打算趟着潜水过江，结果走到一半潮水突涨，三人被水冲走，上演了惊魂一刻。能不能跑着？不知道，那边有潮过来。傍晚时分，潮水即将抵达九堡大桥，三名男子正在从钱塘江中走回岸边。潮水移动速度很快，岸上不断有市民向他们喊话，说跑快点。事发时，三人打算躺着水过江，其中有2人不会游泳，结果走到江中时，潮水涌了过来。欢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弱，但从12号开始，南方将会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天气。
预计今天南方雨势将逐渐减弱，强降雨范围明显减小，福建、广东、云南、西藏以及四川盆地等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已有多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大家出行时要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另外，12号到14号，南方还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天气，提醒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看省内总体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四平、辽源、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全省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22到31度之间，长春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高温持续，提醒您要注意防暑降温。近日，吉林省深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开始下发。方案计划到2020年，长春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地级城市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至少有一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到2022年，各地级城市至少有一个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其他各区至少有一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到2025年，全省所有地级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近日，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起草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我省将建立和完善促进托幼服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和服务供给体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开展多种形式托幼服务，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具体内容请查看本栏目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2019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文职人员入围考生进入面试阶段，报考吉林省军区招录岗位的入围考生7月8日起在长春面试。吉林省军区今年计划招录岗位55人，按全军招录文员全国统考成绩入围面试考生共242人。吉林省军区成立考评领导小组，在全省驻军部队遴选考官，对编号考生面试表现当场打分，现场录入生成面试成绩，纪检部门全过程实时监督。来自长春市医疗保障局的消息，7月1日起，长春全市范围内推广日间手术模式，7个病种、12种术式将纳入日间手术病种范围。日间手术是指患者按照诊疗计划在1日24小时内入出院完成的手术或操作，不包括门诊手术。因病情需要延期住院的特殊病例，住院时间不超过48小时。符合日间手术病种范围的患者，只需携带医院出具的近期门诊诊断书原件或复印件及治疗方案，在试点医院的医保办办理日间手术登记备案，即可进行日间手术治疗。参保患者可以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中日联谊医院这3家首批试点医院进行日间手术治疗，医疗费用按其就诊的医疗机构有关医保住院统筹基金支付比例支付，即在职职工85%，退休职工87%，居民55%，学生75%。手术大概也就2小时吧，恢复6小时以后可能就是没啥问题了。也就是明天就能出院，能省不少钱。我们医院已经将101种术式纳进日间手术管理。7月1日起，日间手术将不再设起伏线，且患者的报销比例提高，真正意义上缓解了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日间手术推出呢，实现了3赢的局面，一个是患者节省了他的医疗费用，他省了住院的起伏线，还有住院的床位费。对医院来说呢，他提高了医院病床的周转率，极大地提高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对一些不必要的过度医疗得到了很大的遏制。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国际方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当地时间5号晚发生里氏7.1级地震后，7号记者前往地震震中的受灾区域，了解了当地的受灾情况，一起来看。
当天，央视记者在前往震中所在地区的路上看到，地震导致穿越沙漠的高速公路出现裂缝，交通标志线也出现了一段一段的错位，最大的错位达到约20厘米。当地道路抢修工作仍在进行中。小镇特鲁纳是本次地震震中附近一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由于地震破坏了镇上的道路，好多路口都竖起了禁止通行的牌子，一些房屋的院墙在地震中也被震塌。据当地一名路政工作人员透露，这个镇上有约2000到3000居民，好多人都因为地震疏散逃离了。地震还造成当地停电停水，目前一些地方仍没有完全恢复水电供应。当天，央视记者还来到了距离特鲁纳大约40公里的里奇克雷斯特市，当地政府在市政中心设立了地震避难收容所。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已有460多人来收容所登记。连续2天的强震让很多人担惊受怕，他们晚上宁可住在车里或者收容所。So this shelter has been set up by the American Red Cross and all of our partners that are helping us out here. It's an evacuation shelter for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displaced related to the earthquakes that happened here in this area. And we are providing food, shelter.And information assistance and whatever we can help to provide for the community to help them get through the current situation. Could you please describe to us what is the general mood here for people in the shelter? Well, I think the general mood, of course, everyone is stressed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s that have happened. But overall, I think people are about as...they're happy because they are they're working towards getting better. 当天下午，全体市民聚集到市政中心，听当地警方、消防等部门通报最新情况。警方告诫市民，虽然这两天总体形势比较平静，但是不能掉以轻心。每家都应该备好够3天的食品和水，充足的电池和手电，以防止新的大地震发生。在全国各地，异常的天气影响正在扩大，其中呢，欧洲多国遭受了热浪的袭击，多地的气温突破历史记录，而墨西哥酷暑天遭冰雹淹没城市，北极圈居民撑伞等。有分析认为，七八月的异常天气有可能持续下去，将对经济产生影响。近日，法国南部蒙彼利埃近郊出现45.9摄氏度的高温，德国、波兰和捷克的气温也上升至近40摄氏度，打破六月的最高气温纪录。6月30号，在墨西哥中部哈利斯科州的瓜达拉哈拉，闷热天气突然变化，降下大量冰雹，地面冰雹深度达1米多。日本九州近日连降暴雨，百万人受影响。印度第二大城市孟买破纪录的暴雨灾害导致建筑物倒塌，致20多人死亡。美国阿拉斯加州最大城市安克雷奇4号气温达32摄氏度，创50年来最高纪录。北极圈横跨阿拉斯加州，当地居民往年夏季穿毛夹克、戴针织帽，今年不得不抹防晒霜、撑遮阳伞。异常天气还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大，不少声音认为是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国际劳工组织7月1号发布了关于全球变暖对经济影响的报告，其中表示，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劳动者就会感觉到压力，生产效率出现下降。国际劳工组织警告，随着全球变暖情况恶化，持续升温的热压力迫使农业和其他部门工人将于未来10年损失相当于8000万份全职工作的生产力。这份报告估计，由于气温升高，到2030年，全球总工作时间将丧失2.2%，经济损失将达到2.4万亿美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10月发布的报告中警告称，全球气温最早将在2030年比工业革命前升高1.5摄氏度。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7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旗下的廉价航空阿迪尔航空公司将不再执行与波音公司签订的737 MAX 客机临时订单，并改用空客的 A320 客机。波音公司发言人表示，对阿迪尔航空的这一决定表示理解。当地时间7号，阿迪尔航空公司发表声明宣布，将从2021年开始接收30架空客 A320 客机，
并可能进一步订购另外20架 A320 系列飞机。而今后阿迪尔航空公司也将只运营空客 A320 系列客机，这一决定使阿迪尔航空公司成为首家正式宣布取消737 MAX 订单的公司。据了解，上个月沙特航空在巴黎航展上与空客签署一份订单，这30架飞机正是这一订单的一部分。丧失阿迪尔航空的737 MAX 订单，波音公司将损失59亿美元。八号，波音公司的股价下跌1.33%。在随后的一份声明中，波音公司表示，鉴于阿迪尔航空公司的时间规划，我们理解阿迪尔航空无法履行737 MAX 飞机的采购承诺。波音737 MAX 客机去年10月和今年3月接连发生2起空难，造成346人丧生。2起空难均与飞机上的自动防失速软件被错误激活有关。737 MAX 系列飞机随即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停飞，波音公司也宣布暂停交付这一型号飞机。目前何时重启交付，运营商何时能够复飞，都依然无法确定。受737 MAX 空难影响，今年一季度波音净利润同比下降13.2%，生产成本增加了至少10亿美元。英国航空公司的母公司国际航空集团八号表示，受2018年数十万名客户资料被黑客窃取的影响，英国航空公司或被处以至少1.83亿英镑（约合15.8亿元人民币）的罚款。国际航空集团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英国信息监管局打算根据英国数据保护法向英国航空公司发出罚款通知，总额超过1.83亿英镑。英国航空集团称，这个罚款金额相当于英国航空公司2017年营业额的1.5%。英航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克鲁兹辩解称，英航对客户数据被窃取的犯罪行为反应迅速，而且也没有发现被窃数据被用作欺诈行为的证据。2018年8月21号至9月5号，大量经由互联网订取英航机票的顾客财务数据遭窃，约有38万笔交易受影响。被盗数据包括客户姓名、邮政地址、电子邮件地址和信用卡信息。英航当时表示，遭窃数据不包括乘客的护照和旅程数据，英航将赔偿乘客的财务损失。法国首都巴黎有着浪漫之都的称号，是不少游客钟爱的旅游目的地。然而络绎不绝的游客加上不断恶化的空气，给巴黎增添了不少的烦恼。日前，巴黎市政府就宣布，巴黎市中心将不再允许旅游巴士进入，建议游客选择更加环保的出行方式。作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巴黎市中心很多景点吸引了来自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通常会选择乘坐旅游巴士穿梭于各个景点之间。这不仅造成了巴黎市中心的交通拥堵，同时这些旅游巴士大部分都是柴油车，污染也十分严重。Ils sont, ils prennent de la place, ils embolisent la chaussée. Parfois d'ailleurs, ils se stationnent de manière assez sauvage et ils participent à la thrombose du trafic. Et donc, il est important pour nous de le réguler. 巴黎市政府表示，将于2024年前落实条例，但在相关法律生效前，有关部门将在市中心外设置专门的停车位，供旅游巴士停放。游客可以改为步行、骑车或者乘坐公交和地铁的方式游览巴黎市中心。为了迎合这项规定，当地还推出了自行车和滑板车租赁服务。尽管告别旅游巴士有利于为城市减负、保护文化古迹等，但有游客表示，巴黎太大，还是坐旅游巴士比较方便。I think you'd need to offer some sort of smaller bus that we could take for the tour because it's too large to walk. It would be less attractive. 2017年，法国全国接待游客总数达8690万人次，仅巴黎就高达4800万。2018年这一数字则更高，分别达到8940万和50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实际上，除了巴黎，荷兰阿姆斯特丹、意大利罗马等热门目的地也先后宣布禁止旅游巴士进入市中心。但欧洲旅游协会曾表示，这一做法将为当地旅游业带来沉重打击。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现场。熟练地打开洗衣机门，把要洗的衣物一件也不落地放进去，再用鼻子把门关好。等衣服洗好了，再把它们叼出来放回篮子里。这只聪明乖巧的牧羊犬名叫蓝乔，生活在捷克。主人说，只经过了短短一周的训练，它就会像这样帮忙了。
主人还为蓝桥开设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6月26号，这段视频发布后迅速获得了网友们的喜爱。次号，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州戴尔市发生路面塌陷，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正好掉入坑内。弗吉尼亚州交通部门称，塌陷原因是路面下的管道因暴雨而破裂，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惊险的一幕6号发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港，原本平静的港口突现一道闪电，伴随一声巨响，径直击中了一艘小船，所幸船上没有搭乘任何人员。这段视频还引起了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注意，该机构评论称，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遇到雷电天气时应该待在室内。在克罗地亚山谷间有一条欧洲最长的高空滑索，这条索道位于克罗地亚维霍文恩，长度为1700米。如果您敢坐上这条高空滑索，就可以体验超过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与激情。每年高空滑索吸引不少来自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游客前来体验，最多的时候达到5000人次。7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松川华木盆大赛在日本静冈县伊东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约240名参赛者被划分为40个队伍，展开了激烈角逐。当天虽然天气微寒，水温略低，但丝毫阻挡不了参赛者的热情。他们拿着勺状船桨，奋力朝约400米外的终点划去。不过木盆有时不太听话，赛途中翻船情况频出，引得现场观众发出阵阵欢呼，非常热闹。6号，芬兰小镇松卡耶尔维举行了一场有趣的背老婆大赛。比赛中，强壮的丈夫们将妻子倒挂在肩膀上，然后在近253米的赛程里，跨越地面障碍，趟过1米深的水坑，奋力前行。最终，来自立陶宛的维陶塔斯夫妻夺得了冠军，这也是他们连续第2年在此项赛事中获胜。作为奖励，他们将得到与维陶塔斯太太体重相等的啤酒。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多云，21到31摄氏度。白城小雨，21到28度。松原多云，21到29度。四平小雨，20到30度。辽源小雨，19到31度。吉林晴转多云，18到29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白山晴转小雨，15到30度。延吉多云，13到22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1到27度。长春多云，21到31度。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J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再见。